哇，大家好啊！嚟到日本咧，就嚟到呢个一桥大学嘅东京咧，就系、坐车嚟咧就可以去到啦。但点解我会今日嚟呢个地方呢？就系、由于咧，即、系今日有一个咧、日本香港民主峰会啦，就喺呢个地方度啊，出边个街景就系咁样。OK， 咁啊，我就行入去有关嘅峰会啦。嗱，我睇到有关于呢个 summit 嘅一个海报咧，就已經展出喺呢個地方度啦，睇一睇。OK， 咁我就一路同大家一路行到去嗰個地方度，咁一路同大家傾下偈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呢個咁樣嘅峰會咧，咁佢已經有曬指示，哇，相當清晰添。好靚，有啲好似去翻台大的感覺，因為咧台大係日本時代建設，佢啲建築咧都係古蹟嚟嘅，同呢啲地方好似。呢個係掘光圭先爵先生像啊，我諗係相信係創校人啦。咁啊，我哋一路行一路同大家講下啦。有咁嘅詞，呢啲好似日本式嘅。學校嘅設計咧，其實喺台灣好多學校都會有，尤其喺台大都會有嘅。呢個地方喺邊度地方嚟咧？就是、如果大家去到東京都啦，嚇，咁跟住咧就係、坐呢、這個喺東京站或者新宿咧，坐呢個地鐵嚇，即係換言之中央線咧，就可以嚟到呢個地方。Okay.呢附近咧就有烏龜池，系咁呢度就系咧，唔系我哋要去嘅地方，我哋会继续行。咁啊，所以喺呢个地方系几有趣。呢、這个我谂系其中好重要嘅标的。咁啊，就坐呢个中央线咧，去到 Tachikawa， 即系呢个立川站。就系、附近啦，呢、這個地方叫唔係立川站，呢、這個叫國立站啊。咁啊，國立站咧就係、呢個地方，我哋就會去到咧，即係行過嚟十分鐘到嚇、沿路都有便利店啊、餐廳啊各方面嘅嘢嘅。咁啊，嚟到呢個地方啦，呢、這個叫一橋大學。咁一橋大學咧出名嘅係日本比較左派啲嘅大學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咁講啦，係亦都有佢嘅法律系啦，嚇、啊。咁我以前喺台大嘅時候咧，亦都有老師喺呢個地方畢業嘅。咁啊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哋下睇翻嘅情景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就係會場嘅地方啦。咁啊，為免我哋影到唔適合嘅人啦，我都避忌咧鏡頭要即係避免去影到有關嘅人等啦。咁咧一橋大學，咁就係呢三日咧都會有關嘅活動嘅。OK。咁我就入去開會啦，咁啊，希望同一啲志同道合啦，可以一齊參與啦。我哋睇下佢有呢一個地域協力 （Regional Collaboration）、Diaspora Diplomacy 啊，即係離散外交 （Strategic Mobilization） 戰略動員，都涉及到呢一個日本香港民主主義嘅 Seminar。OK，Semedo啊。咁呢個就係喺呢個地方嘅，所以呢個標示好清楚啦，亦都好容易嚟到。回看呢個大學嘅門口就係咁樣嘅。OK， 咁我哋就入去啦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即係其他節目再同大家傾過啦。